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特别害怕，我就害怕有一只黑手伸到我床上，所以我每天都是在紧张和害怕中度过。想追的女生一般都会是很好看的或者很优秀的，但是一般这样的女生都会有很多的追求者。男孩子可能就是怕自己付出了那些精力但是最后却一场空，所以不太敢去追。说到底就是和那些很优秀的就是很漂亮的女生在一起的话，会觉得自己不够优秀，不够自信，没有安全感。我觉得吧，就现在好看的女生都比较要追求颜值嘛，然后像我们这样普通的男生就没有女生追，然后不好看女生。我觉得我追他，就是很多男生都觉得他们心里的女神或者怎样，就是对。